和下大工厂的裁剪车间。老板原本订了一台拉布机，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好用，效率又高，又连续安装了三台。现在四台拉布机同时在铺布，要是像以前人工拉布，那肯定赶不上生产。这四台还都是布瑞的，用的都是伺服控制系统，铺布平整稳定又高效，